近日，有网友晒出一段赵本山儿子跳舞的视频，并配文称赵本山公子赵大牛和他的女朋友。画面中，赵本山的儿子牛牛穿着黑色运动装，他身边的女孩五官精致，面带笑容，一头利落的短发染成了白色，身材纤细，大秀小蛮腰，二人亲密互动十分甜蜜。这让人想起赵本山女儿球球前不久也公开了恋情，还答应了求婚。据悉，前不久赵本山女儿球球在社交账号晒出被男友求婚的照片，并配文表示，我被求婚了，愿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真爱，永远幸福，谢谢大家。照片中球球与男友大方拥吻，十分甜蜜，求婚现场装满鲜花，形成一堵花墙，温馨而浪漫。对此网友议论纷纷，有网友说赵本山女儿刚刚才答应男友求婚，她的哥哥就曝光了女友，是在暗暗较劲吗？比起球球，赵本山的儿子要低调得多，他在东北老家经营一个减肥训练营，平时拿出来的照片基本都是和运动减肥有关的，或者是和好朋友打台球，身边很少有异性。但是这个白头发女儿是否真的是其女友，还是要等本人来回应。